在中国大陆或沿海或临江傍湖，吃鱼是件寻常事，烹饪首重在鲜，次则即肥。鱼的做法各地不同，贵州的凯里以酸汤盛。吴笃勤已经做了30多年的酸汤鱼，在他看来，这道菜的秘诀就是凯里地道的酸汤。凯里有句名言叫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捞窜，意思是不吃酸路都走不稳。就是凯里是大山中的小荆州，人口众多，商业繁盛，人潮涌动之处便是美食诞生的地方。在西南山区湿热的气候中，开胃健脾的酸汤成为人们的自然选择。今天凯里人依然嗜食酸味，他们也始终相信只有心思纯正的人才能做出好的酸汤。吴笃勤最拿手的就是家传。
Bye.
一年中寒林大地，外面无论多冷，回到家，一碗羊肉，一锅羊汤，驱走体内风寒，蕴藉着家的温暖与